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12月16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柏林的新闻。A freestanding cylindrical aquarium housing about 1,500 exotic fish has burst in Berlin, causing a wave of devastation in and around the tourist attraction. Police have said. 好，这是 Guardian 的新闻。这个主持的话是一个水族箱。好，这个水族箱是怎么样的呢？是 freestanding。freestanding 就是自由站着，表示它没有靠别的东西，没有靠墙的。好， cylinder 是圆柱形， cylindrical 的话就是圆柱形的。好，这个水族箱。好，水族箱你不是小小一个吗？没有，它是很大的圆的，等一下让大家看。好，这个 housing 的话是 which housed， 那 which 省略掉，那 housed 改成 housing。 好，这个水族箱它可以容纳 house 就是当谁的家，好，放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好，当这些鱼的家，容纳了大约有1500只的鱼。这个鱼是什么样的鱼呢？ exotic fish。 exotic 就是有异国风情的，应该就是一些比较珍奇的鱼。好，所以猪吃就是这个水族箱怎么样？ has burst， burst 就是爆炸，爆开了。 in Berlin， 在柏林，好，德国的柏林水族箱爆开了。好，这个原因还没有找到，不知道，但是已经确定应该不是恐怖攻击或什么的，恐怖攻击应该不会做这种事，但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规模，真是很惨重。好，这个 which 省略掉，这整个句子应该是 which caused， which 省略掉， caused 变成 causing， 这整件事情引起了 a waves 一波，对不对？ a wave of devastation， devastation 就是很中文叫什么呢？破坏，很大的破坏，就是灾情惨重的意思。好， in and around the tourist attraction， 好，这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等一下我们看到它有饭店，它有博物馆，它有商店，它有餐厅，所以在这个观光景点里面还有在周围。好， police have said， 警方这么说。好，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这水族箱很夸张吧，这么多层楼的。好，这个水族箱爆开了。好，所以呢等一下，在这边就变这样子，整个玻璃，因为水族箱大家可以看到是透明的，对不对？所以整个水族箱玻璃啪爆掉了，这是非常惨重，里面有很多水。好，所以呢这个玻璃还有碎片，就整个它这个就是这个观光景点。好，不太会念，这应该是德文。这 complex 表示这个建筑物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它有个饭店，有个museum， 有个博物馆，还有 shop 商店 restaurants。 好，这个100公升的水冲出去。好，然后这个是在六点之前，然后还好警方就说还好，就是是在六点之前，不然人更多的时候，这边只有好像是两个人有受伤，在水族箱旁边就玻璃附近有受伤，这样子好像是比较轻伤 slightly injured。好，那他们就在寻找还没有人被trapped under debris， 有没有被困在那个 碎片里下面这样子。对，好，所以呢这是，但是他都没有写出一个解析，很关心那鱼呢，鱼是不是都没有救了，有没有人把鱼救一下这样子。好，不知道。好，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新闻。 A freestanding thingcylindrical， 对不起，我重念，我为什么一直笑 ？A freestanding cylindrical aquarium housing about 1,500 exotic fish has burst in Berlin, causing a wave of devastation in and around the tourist attraction. Police have said. 导致 Guardian 的新闻。Freestanding 就是刚刚讲的独立式的，不靠墙的。所以像有些书柜，它一般都会靠墙，对不对？它没有，就是独立式的。好，就大家可以看。刚看到它是这样子的。好， cylinder 就是圆柱体，那圆柱形的，哦，对不起，这边写错了，这是一个形容词，叫做 cylindrical aquarium 就是水族箱，可大可小，刚那个超大，对不对？它也可以是水族馆，哦，想念日本的水族馆。想念什么呢？水母，这些喜欢看水母，真的很漂亮。好， number four， house 是动词，提供空间或者是收容。第二个 exotic， 然后这常用来讲食物，异国风情的。好，就是对，就是跟你原本的不一样的，原本国家、原本你的民族文化不一样的，这个 exotic， 字有点难念，
exotic。 第六个 burst， burst 就是爆炸，它三态是一样的， burst burst burst。 好，第七个 devastation， devastation 就是大的破坏。最后一个 tourist attraction， tourist attraction 是观光景点的意思。好，第二个我们又要看到 Elon Musk 了。好，虽然有点不想讲他，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praise freedom advocates on Thursday criticize Twitter owner Elon Musk who has suspended the accounts of several high-profile journalists who cover the billionaire and his chaotic leadership of the social media site. 好， free press 就是这边应该指的就是新闻媒体。好， freedom 就支持新闻媒体的人， advocate 就是支持的倡导者，这样子这些人礼拜四这天，好，这是主持，就是这些倡导者。动词是 criticize， 批评，批评谁呢？受词是这个推特的老板，好，是谁呢？就是伊隆马斯克，好，世界首富。那这边是一个逗号，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就是非限定的形容词子句，形容词子句里面还有一个形容词子句。好，这伊隆马斯克是你的主持 ，has suspended， 好，终止了，就是对，就暂停了，终止了这个 accounts 账号，好，就是推特的账号 of several high profile journalists。好几个好比较高调的，就是说哎，这个可能大家知道知名的记者，好啊，高调大家都知名的记者有很多个，比方说姐姐刚刚在看的 Anderson Cooper， 这是 CNN 的记者，这个好，这种都是，但他没有终止他的，终止别人的这几个人是怎么样呢？这里又有一个形容词子句，那这就是限定的，因为记者很多，所以我要知道是哪一些。好，这些记者 who 指的就是 journalist cover 啊，他们报道了这个billionaire 指的就是 Elon Musk， 好，跟他的 chaotic leadership， 他的混乱的这个领袖，怎么讲呢？ leadership 就是他领导能力，他领导怎么样呢？领导这个推特嘛，就是 the social media site 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看，英文就是不喜欢，中文也是，我们不喜欢重复，所以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同样的事情。那么 Elon Musk 这边就变成billionaire 这样子。好，所以呢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呢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伊隆马斯克他的私人专机，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大学生吧，他就弄了一个，他就专门这个东西资料好像是可以在公共的网站上可以找得到，因为他们就是我大概讲的，因为马斯克他的专机，他的飞机就起降，好在哪里？那因为飞机这种东西，你起降的话，就是你必须要让塔台知道，所以这都是公开的资讯。那这个人呢，就把这个公开的资讯，他放到他的推特账号，他就会推文，好，所以大家就知道，因为马斯克今天他的这个飞机飞到哪里去，他的私人专机今天飞到哪，飞到哪，然后因为马斯克就不爽啊，就觉得我们家人。他不爽也有他不爽的点了，我们家人，我家人的隐私，我们的隐私通通都被你找出来，被你揭发了这样子。然后呢，可是呢，这其实又是公共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要去上网找，就是找得到的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就在批评这些倡导者，新闻自由倡导者，新闻自由有时候就是很难讲，你看跟私人隐私的时候到底，那这些人就觉得说Elon Musk， 你买的推特，然后你现在说你要说我买推特就是要让大家有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所以他把川普的账号解禁了，但是川普没有回来，因为川普他有自己的他的那个另外一个 app。 好，然后呢他解禁了很多人，然后他现在推特就弄得乱七八糟，就是你可以就是什么之前有讲过 COVID 的假资讯是可以的啊，就是然后他现在又弄了一些隐私的条款，好，就是对，就变成好像是一人独裁，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这个新闻记者这边的就是在讲说，他就是 silence those he dislikes， 他把他不喜欢的人的声音就盖掉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对，所以首富，你看你有钱就可以买一个网站，买一个社交媒体站，然后为所欲为这样子，然后跟大家每个月收八块的，不是跟大家，跟那些要蓝勾勾的、灰勾勾的收八块的美金。好 ，Praise Freedom Advocates on Thursday criticized Twitter owner Elon Musk, who has suspended the accounts of several high-profile journalists who cover the billionaire and his chaotic leadership of the social media site.好 ，The Press， 我们一般就是有 The Press， 指的就是新闻界，好，新闻记者
advocate 名词倡导者，它也可以当动词。criticize 动词就是批评。suspend 终止，好，比方说被停课停学都是这个字。好， high profile 是形容词，备受关注的。那低调呢？低调我们也可以用 low key 或者 keep a low profile， 保持一个低调这样子。好， journalist 是记者， cover 报道， chaotic 是混乱的， chaos 的话是名词，形容词是 chaotic。 好，今天的新闻比较短，就看到这边，明天要变很冷哦，大家多穿一点衣服。好了，谢谢大家的宝贵的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新闻，喜欢的话帮姐先按个赞，姐有脸书 Pro 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下次见了，拜拜。